原来他烫过，干好可怜人。他烫的时候没哭，打他打不赢，我才哭。我妈就一直笑，我啊，你有没有哭？没有没有，打输他才哭。哇，你们好狠哦，弟弟。不要啊！一定要踩我！我用右撇子吧。一二，甚至是这样。他因为他是一个呛子，我们原本是用脚去控制手，但这个已经进去了，脚跟不上没关系，先打，哦，先打脚再踩。然后右手回来。15。Thank you.